韩国寺庙饮食土生花，在春回大地的时刻推出 Beyond Vegan Spring 下午茶，摆盘精美如画，用上多款养生食材设计，上层放满卷物，有蔬菜米子卷，经典又地道的韩式海苔饭卷，和韩式植物饭团。这款酥炸粉丝卷就特别酥脆。下层甜品有招牌韩国米通、韩国富有齿核桃卷、韩式核桃挞、红莓莓果冻，还有面豉贝壳蛋糕，款式都是按时令变化。下午茶可以配搭无酒精鸡尾酒，好像用了豆奶配搭士多啤梨和啤梨调制而成的 Do You， 还有以番石榴汁和苹果汁为主的 Guba。现在凡惠顾下午茶一份，即送纯素护肤品牌 Skinny 护手霜一支和购物现金券。